生十善业道经讲记，今天是第十八集，我是可爱的三教师父。我们在讲石牛图，其实我原本在讲的是进行果，我已经讲过果，告诉大家这条圣者之位之路并没有那么好做，这个位置不好做，这条路坎坷。原本哈，我今天要撑完我去讲十八集，然后隔到今天又算是第二天了，就昨天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那时候的情境让我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感觉，然后这是别人比较没有的，因为现在太平盛世，然后呢，跑到你已经下下去了，而且现在的人三年前有个日文字叫做 chill， 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很轻松、很潮、很 chill 语，甚至即使是你。在新闻媒体的主宰之下，你的一些认知都被洗脑，也是一个炎上很发烧的，你处在一个很发烧的世界，火球。就像我们那天在讲武当山啊的金顶上面啊，很奇怪，百年奇景，600年前的长明灯照射的那个金殿里面，百年奇景，几百年的奇景，什么？就是那个雷火电一带，然后呢就先从这个球滚来滚去的，然后呢？就是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子，火球这样子。那在这众生的五浊恶世的苦里面，这个霍安禅师他在修行的时候悟到了石牛图，写了十首诗。很多人其实很多大师都写，我有说圣严法师啊、中台禅师那边网页都有啊，连佛光山一空法师都有，星云法师有没有写不知道，没查到，但是。昨天下午，我的弟弟很可爱的告诉我：“姐啊姐啊，我是法师，他应该叫我师傅，但是还是会习惯叫我姐。那姐，你有买过那个玉林幸运法师写的玉林国师传吗？”我整个愣住，我你说怎么？我说我有幸运大师的全集，我关山的一些什么什么书，然后幸运大师好像我们有大藏经，然后还有送我好几套幸运大师的书，啊，太多书还没空看。然后我就说什么玉林国师啊，下面啊，结果他就传一个视频给我看，就是那个五七劲爆信猫网里面那个在讲的那个玉林国师跟，然后我看完他给我那十几分钟的视频，我就在想，是你讲顺治皇帝，还是你讲玉林国师？但是玉林国师哈，一出给料哈，他的师兄有可能是有位法师就是会神通，就给了他三个井。然后他就下山来啊，把一个那个古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有电动车、有汽车、有冰丝、有贝里多，他们都要自己怎么讲？都要自己那个去坐船、行船，所以道家慈航大概是这样的。以前都靠船嘛，水路，然后搬个马车，然后可能有些地方中国太大了吧，地广人薄，人稀，然后物长，看你是什么盛世。唐朝的话就是繁荣，不是唐朝战乱的时候就贫乏。明清的话有盛也有衰。后来到那个慈禧太后以后不就衰了吗？还什么甲午战争遇到弘一大师，那个时候是甲午战争。我们现在不讲弘一，晚一点讲，就讲到了那个玉林国师，然后他的一个法师陪给他的三个请来。不知道是师父还是法师，我没注意去查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视频，人家给我的信封。那现在因为幸运大师红了嘛，那幸运大师写的著作就被拿出来讲，言上，那是好的言上，不是不好的言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这个玉林国师有三个井，他上床的时候呢，就暴风雨就来，然后他就只好打开，遇到困难了，打开第一个井栏，那个井栏上面写面朝面。免上场的那个意思，免朝。然后呢，他自己有灵通嘛，就说因为哈皇帝呢是九龙之尊啊，皇帝微服出巡就是顺治皇帝微服出巡的时候，连龙神都来朝拜他的台上，所以呢皇帝就告诉他免朝，皇帝九五之尊嘛，所以他把免朝这个锦囊丢到海里面，龙王就已经来供养完就退了，所以没有灾难。第二个锦囊呢？就是他入宫要当国师，好像是这样子的啊。第三个锦囊，也就是他
那个是第三个锦囊，第二个锦囊我有点忘记是什么，一个是棉草，一个是什么，我们跳过。那最后一个锦囊是他要当国师，那当国师皇帝要办你为师嘛，他就想说惨不惨，皇帝拜我为师，啊，我 hold 不住怎么办？就像我这种，万一国王要来拜我为师，我很惨，拜我为国师啊，的惨。他就把第三个锦囊也拿出来看，意思就是在心里面，就是在身上写了一个佛。然后呢，意思说皇帝拜的是佛，不是我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穿袈裟，你们无限供养我们要跪，你们拜的不是我，可爱的善财师傅，你们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你们拜的是佛这个袈裟，这个忍辱衣。所以存牛万能，我们要来讲第八个，来写。圣者无终极。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个，就是也是这个开头嘛。啊，第二个锦囊是什么？抱歉，小的记忆库有限，真的忘了，也不在乎啦，不重要啦，反正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，现在龙族又在作怪，所以天灾人祸，大家心存善念吧。好，第八个。圣者无终极，众生与佛悉皆空。没有烦恼可断，不是，我写错了，这首诗不是，是我要讲的解释，因为我擦掉吗？嗯，有擦掉一点。句什么？句忘。你这样重复那个忘字上半没有？重擦掉，重来。嗯、没有关系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我们台湾、哦、是一个不容许人犯错的，父母也是，老师的孩子更是，边所人流俱属空的。天辽阔信难通，地辽的辽，红炉宴上真浓雪。你喜欢的时候都觉得它很美，你不喜欢的时候，什么都看不顺眼。所以人真的是靠自己的心情、情绪在控制一切。到此方能合祖宗。我一开头讲云博士这个，也是合了这一句。好，去找我盖子，它干掉。来聊出吧。我们要好好的修行，其实已经找到这一颗心猿意马的心，你已经安住在顶。之前呢？的第八个境界，从你去寻牛开始，见鸡、见牛、得牛，然后一直到群牛归家那些，走到了第八个，哦，十牛图第八图，
即使你贵为九五天尊，天龙护法也是要护持他。我声音有很小吗？有比较讲不出话吗？嗯，可以，可以，你说，念你们的手机信号很好，可以大声一点这样子。然后我也尽量大声，但是我希望能够完成你们一些想法。我刚讲了顺治皇帝，有人说顺治皇帝后来到底是出家还是得了天花去世，不管。但是至少一个皇帝要放下这些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真的不容易。他的孩子五次，接下来的皇帝是乾隆啊，五次朝五台山，大家都怀疑他的确去五台山找了他的爸爸皇帝顺治皇帝，因为皇帝就是不想要泄露他的那个已经出家了嘛，出家了。出家以后要隔绝世尘、红尘、世间的烦恼，我们有很多祸业苦。然后这五蕴的苦，人是需要体验的，不是你有得定了以后，你人生讲难听点，你就觉得自己很神了，很糗，很糗，很上，很日文叫做很糗，很那，就阳的啦，就夯的啦，哎，这行啊，不是安尼，人家都是要像弘一大师啊。他，我今天去看了一轮明月，就是在写弘一大师的那个纪录片。他人生就是把艺术啦，画裸体照，不是因为这样子画裸体，然后的图吗？不是照，照我又要被骂，因为我不红。这种专业术语不能乱讲。对啊。我红了已经被佛教界的骂死啊！我现在不红，佛教界也，我也贬低自己来看我那些专业的，所以我也不怕，好好做自己。谁跟我一样不是白手起家的？即使你是某位大师，哎，你马爱长弘一大师，先经过人生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好像经历过你是你家的三公子，然后呢？你的旧式封建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责任，你家很有钱，你的妈妈是人家的小三，然后你妈妈死的棺材还不能进大殿，这个电影都纪录片有写。然后呢，你在你那个封建的中国战乱，甲午战争，听说一失败以后还割让给辽东啊、澎湖啊、台湾给那个，那这样的一个国家，然后我昨天很直觉怎么唱外国的澎湖湾。就是可能那时候有那样子的苦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时候他经历这么多的战争，那个时候台湾开始有什么眼镜啊，有那个什么摄影机啊，啊那时候不叫摄影机，那时候应该叫望远镜还是不知道了，因为摄影机，你看手机，我那个年代是 BB 扣啊，然后才有手机，然后才有 iPhone 啊，我还进来，对，然后呢，我这个年代才这样子，啊、他那个年代又是。百年了，百年虚拟了，那120岁都已经死了那么久，对。所以那时候的弘一大师呢，可能是第一个，就是把艺术、音乐还有什么东西引进西方的文化上，甚至在中国呢，他画裸女画、啊、然后他不是对，我要来写他那首诗啊，就是他去日本演茶花女啊，女扮男装一炮而红啊，因为这样子画了他那个日本妻子的裸体。然后呢，回来台湾教大家画裸体，因为所有西方绘画里面第一课，然后不是还会刻章啊那些的，这样的一个他的生命特质。妈妈死很孝顺妈妈，他那时候大家都在逃难，都要逃出去日本去哪里，他坚持把妈妈照顾到他往生。然后呢，妈妈叫他去做自由的事情，然后他也娶了这个日本妻子，然后两个就坐在湖上啊，看了这个纪录片啊。就很恩爱的样子，然后他也有一个妻子，本来就有妈妈配婚，他们古代那种封建制度就可以娶很多老婆，爸爸就娶很多老婆。然后呢，他也很有名嘛，不管是在戏剧界，不管是在艺术界、音乐界，也向大家弹琴啊，他自己做了很多歌曲，朗朗上口嘛。我昨天有唱《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》，这个我不用背，每天唱啊，从小，现在50几岁都还记得。就像你会骑脚踏车，就像我30年没骑脚踏车，现在骑上去，我上次5年前去彰化，我还是能骑啊。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，《芳草碧连天》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这样，这种很快乐的歌。当然，他很多歌是
杯果杯。然后呢，让我最感动的那颗眼泪都掉下来，就是我在看一轮音乐是什么。当他里面写了好多好多的诗，我等一下我会写一首，然后就当然要看，我不会把它背起来，因为那是他的弘一大师的。所以我想问你哦，我去法鼓山皈依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女儿的名字有叫演音吗？音乐的音吗？音乐的音，音乐的音，你们两个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，因为我怎么想，我以为我是演培，对不对？我就在看这一轮明月，我才想到我是演音呢，因为我很讨厌音这个字，所以我不想记得啊，我很记得这个字，我只要你们两个不是，我就不是，因为我们是一起去皈依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天哪，他的法号叫演音，然后我又很喜欢红这个字，但我不喜欢他的红，我那跟他没关系啦，因为我弟我书法写的不好，我也不会刻印章，所以你们朋友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自抬身价把我自己想成是弘一大师。我突然想到我的法名也叫演音，这个音我不喜欢这个字，你知道？我以为很会唱歌吗？对，我还跟你讲过说，表示我很会唱歌，我有一个印象，我还跟那时候十年前还跟你扛不累，那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演培，因为有个演培大师，你知道？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字，因为他培养的培养我演培法师，写了很多演培法师传，然后就觉得这比较有佛学基础啊，演音是要干嘛？我妙音天女嘛，也不是嘛。所以我那时候很不喜欢这个皈依名，有这个皈依的人都会有这个法鼓山的皈依，金小小的这个，反正我刚好拿出来献了一下，也不简单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？他的法号是这个时候，愣住，我要讲的精彩了，我不能忘记那一段。他后来要出家，他的好朋友夏敏尊就说啊，然后他的弟子不是换那个护身级的人家叫什么疯子凯嘛，对。还有这么多学生，你看这么有名的一个人，已经是在人世间是除了皇帝以来，他已经算是很有才华、很有名。当然啦，那个时候战争有太虚大师啊，也有那个什么，他还去访问那个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本来不见他，他拜印光大师为师。印光大师说：“啊，我一辈子吼，我去说什么的，是啊，啊，他后来到了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那里，还有谭虚大师，谭虚大师有吧？好像有。”那影片里面都有这样写，其实我讲这么快，重点一定要记得讲这句话。我常常跳痛啊，想到这，然后懂又不见，换别的来。读太多书就是这样子，没办法一心专心。所以，我到最后这辈子后半期才要来修，法归极乐，一心念佛。现在呢，在除自己的习性惑业，用情绪控制一切。自己明明知道五蕴炽盛之苦的求不得之苦，但是你我谁放得下？都还在学习放下这条路上，先累积福德资粮再说，然后努力的行持修行，是加行道。对，你有了方法修行，有了这个心去修行，好好的走这条路，尤其这条路很坎坷，但你还是得走。他要去出家的那一刻，他的好朋友向你尊说：“啊，你蛮可以出家啦，你这么有才华，在人世间，对不对？要唱茶花女，要干嘛都行。”他的那个日本妻子就是他。被他画背面裸体是徐若瑄演的，很美啊，哦、我看你也很美，这样欧米嘛会放我，就问他一句话说，在床上两个就在床上两条床，然后拍得很美这样，啊跟他告别，他还没去出街呀，还没去出街那都无安尼呀，好啦，我没有人流俱忘的场景，你看不要有我在理理讲爱那个什么故事呢？没有啊，还是这个人流俱忘的场景，你。真是如日中天。如果艺人不是这样嫁入豪宅的，那是嫁入豪宅，不是叫做放弃名闻利养，那是有更大的利养，所以你不想去，好、哦、当明星，嘿，赶快点啊！哈、哦，啊，人家弘一大师不是，他的日本妻子跟他在那个和尚两条船，然后他的妻子问他说：“含着眼泪许多久？你真的去出家吗？”啊、我已经决定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有这一段可以演，就这样子去，只是被退货了半年，自己又去了，又等了两个月才出家哈。然后我想要去菩提家掐呀，那么多人一起出家，我的上司可能知道我的个性太想孔雀了，他没有让我这样出家，把我关着出家，到现在人家都怀疑我出家没出家，我还去问我上司两次，我出给我出给，他说出家，反正管他的嘞，我已经出家了，意思就是你也逃不了了，出家也是。我讲一句我的感触啊，就是从我以为人世间的苦的定义之苦，
跳到另外一个地狱。因为出家受折磨，修行要戒定慧三学，哎，不好修哎。好，那重点长篇北侧其实我觉得没问题。爱是什么？你们觉得弘一大师会说什么？悲心交集吗？没有，他还不到那个路径。那个时候他告诉他，爱就是慈悲。那一刻我被感动。对，爱是什么？爱就是慈悲。慈悲就是什么？我们把你变美好，爱的六字真言。来，来写。来写那首让我很感动的诗。先背早线长花女。等一下就要擦了。好，擦就擦没关系，人生不怕擦掉，重来。他在日本很轰动的生杯早线，插花女。那个年代应该他演的插花女不会有录像带出现的。甚愿终成苦行僧，无尽其真公事也。他所有东西，一轮明月耀天星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出家以后呢，我忘了他到什么寺，我只记得广普寺。但是我知道广普寺好像啊，太多寺庙都一样的名字，就像公庙啊、地母庙啊什么。他出家以后呢，闭关了四年，去他以戒以苦行为戒，以苦为师，以戒好、哦、为苦这些。然后他关了四年，把南山立宗这个东西，这是那时候在中国上很守庙的这个东西整理出来。然后整理出来这个以后。哎，很多人就问他说，很多人啦、啊，最令我感动是那一幕是什么？他因为你在闭关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个人来帮护法，然后有一个小师傅护持他，他每次都把他放进他那个像我们藏传闭关是放进一个洞口，每天就是送饭。那我前几集有讲过，如果每天送饭呢，看你到时哪里有没有鉴定，啊，你饭都吃了，那表示你没有鉴定。刚你来，你一家，那你拿出来，今天的饭还在，明天的饭还在，后天的饭还在，三年都还在，还是那一碗饭，表示你的某家已经入定、鉴定，一定可能把积残了，这样四常八定。那个小师傅每次看到他说，看到他碗盘子都扛扛，就问他说：“师傅，给你的粮食不够吗？吃的不够吗？”然后那个他就笑笑，跟他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他每天还是，他尽量给他多一点，所以一起讲。结果那个纪录片里面拍到那个魏娘，他在一边写南山律宗，他的东西，他戒律很严谨，他把自己很多的食物分给牛。啊，这个东西后来还有拍出来。所以我这个片我要讲的是甲午战争的痛苦，他生活在这样的痛苦。好，那个时候的人要怎么修？那逃难要去日本，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太虚大师，有这些人，杨仁山这些人，都交错了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包括释学生都是从日本把所有的艺术、绘画、音乐，然后还有别的地方带进。在那个战乱的时候，台湾那么的保守，
不是台湾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中国那么的保守。那这个时候，人类在最苦的时候，所有的新的思潮才很容易进来，因为你才有时间接收，因为你要逃难，逃到那各个国家去求生存，所以本地的封建的东西就会被打破。所以为什么所有的佛法都在破跟立，这空又有，有的又空，道不净空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一次又一次演绎给我们看？佛陀讲了49年经，一直在讲一些很深的道理，从浅讲到深，深就讲到浅，浅又回来，又从《华严经》是很深的一部经，慢慢的讲回来。《般若经》22年也不是一个能，你600句你也不是你能读的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在那样子一个动荡的时代，人已经没有自己，没有国，可能没有国家，然后你也没有生命。然后呢，在那样一个封建社会，你既然有办法在那边被批评说画西洋绘画流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去学绘画，不然怎么会有丰子恺他去画这个画护身画戟？对，对啊，而且听说他画第六集，不知道我们画完第六集，那个他的师父弘一大师就有第六集纪录片也这样哦，我看纪录片记忆力都比看书记忆力好。而且我没有重看第二次，第一波哎，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说我这是符合我的惯性跟习性，因为我是写小说、看电影长大，我喜欢当编剧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我就记得了，或者是所以用背的，我就从小到大我就是一直被人家打的那一种，80分、100分到80分，80分没有80分打一下的那一种孩子，就背不起来，你一定要让我活灵活现的用脑。你们看，所以看演唱会，哎，我以前也想演唱会，没有人要跟我演，因为。我跟你讲，我延长花，你搞不好就是那棵茶花，因为我长这样。背心到最后，他感动的时候，背心感动。那我们来看看他那时候花死。我们来讲他昨天讲的清凉跟三色，现在也来讲他的第三首诗，跟自己的相应。今天我比较累，比较站不住哈。其实有睡6个小时，爬起来没？就是人生嘛，当大姨妈遇见了大姨妈的时候，人生啊就是苦啊，当女人好苦哦。而且那个日本其实好乖，跟他讲说我们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出家。他就跟他说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当中国的和尚啊，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就当了西藏的尼姑一样啊。我们台湾人就没有很我们都哈韩哈日耶，我现在又哈藏，那你们觉得我们呢？我们更没有团结意识啊，没有国家意识。我现在从我自己我一定又被批，还好我不红无所谓啊，因为我那个年代我会被批评死哦，我会哈藏的花香。弘一大师的歌，庭中百合花开，奏有香，这个我最了解。你们知道我有一次插了40几盆花，香淡的，又香淡的哈，人家没有很严上的名字哦哈。入夜来，我不是故意又去把头条讲出来啊。香奶叶，你知道我又想要把字写漂亮。唉，离观世音，我也可以好好写字，把它写漂亮点，但是因为站不住啦。何以昼夜浓淡有殊别？白昼众喧动，
纷纷如雾隐。这就是为什么白天都在睡觉的原因。你们白天太多事了啦，我晚上回来起来没事啊。这些诗能唱的，我告诉你们，绝对就是白话文啊。所以你们自己看都能懂，所以我不解释，只告诉大家目意境、目四色、耳听声。我们就跟六层楼接下去了哈，人家这是有佛法基础的。哎，你去闭关之力。你要想哦，它是已经修华严的哦，分离耳目上起离，我们师姐耳朵不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好的白天纷杂的人事，轻轻闻妙香，怎么好像没快没水啊？你有没有感觉？还有一只吗？因为我看不清楚在哪。然后我先写一个颜色，就这一只。不写到哪？星星闻妙香了吗？对，星星闻妙香。用字不分，提高自然。乃凝于神，也奇怪，花色干嘛写的为是啊？叫我一心要专念阿弥陀佛，古性好昌祥，这就是大师啊。人家的境界跟我们差那么多，人家每天在这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这人世间其实是歌舞升平，吼、哦，人家的人生，哎，五根对六尘跟六境的时候，人家不是五根啊，六根六尘对六境的时候，是八戒的时候，人家。在这喧闹里面还可以能有俱往，还可以有那样子的禅境，在这五浊恶世里面，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写这里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五浊恶世就是我们对人世间的一些这人世间的认知客观，五浊写小一点。劫浊，我在那个时候是劫浊啊，众生浊，大家都在讨论。然后那时候的知见见浊，然后见浊找一个什么命浊，又有那样的观念，你现在然后烦恼浊，逃难的时候，五浊二十，这四浊，我说的。那个没电。劫浊跟众生浊的时候，表示这是你的业报，在那个甲午战争，弘一大师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。其他的见浊、命浊、烦恼浊，就是在那个世间那个战争的时候，人都吃不饱了，你还能修行吗？可是有发大愿的菩萨，他在人世间翻滚，他人在人世间叫李福通，福通的李家，
他是个三公子，有钱有势，又能弹钢琴，好，又能够娶很多老婆，去日本留学。哎，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后亚郎，这个时代有大部分人两千三百万人，后亚郎应该也不到一千人吧，搞不好没那么多，只剩五百万人。那你们想想看，大部分的人，三分之二的人全部都是拍亚郎，不是好野的。在一个，何况又是在一个战争的乱世里面，你要想要好、哦、去跟所有的佛事的僧众讲经说法，你要培养出生产，你要去弘扬你自己的人生的哲学、哦、在这五浊恶世里面，每一个人的认知、身心灵、精神状态都不一样，客观条件也不一样，主观条件就更差了。那弘一大师生在这样子的一个乱世里面，所以当他才会有这么多的忧国忧民的一些想法。那我呢，我为什么会这样看？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到大身心障碍吧，我心没有障碍的，身体不好，身心障碍，心也不好。好了，开心的人应该是心不好。我的医生常跟我说，你哈、哦、心脏不好，但是你心肠很好就好。谢谢你啊，我连阑尾都没有。好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发愿要请毅力，可能吃素，怎么样也要让自己修为道，修行到为慈悲。我常在讲为慈悲，你没有人家那种大爱大慈悲，好吗？那给自己一点点慈悲，米米呀慈悲，为慈悲。凡事只要先想到别人，做一个好人，修十善业道，先五戒十善先修好吧。以这样子的五浊恶世，你连当人都有困难，来世哦。哎，我接下来五浊恶世要讲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，台中有一个做鸡排的业者，拿了8000万现金去买了豪宅，而且这样的案件在过年期间或者是。过年期间有6件这样子，6000万、8000万、1亿的豪宅，全部的业主拿现金去买豪宅。8000万的豪宅是一个鸡排的供应商，他说一片鸡排如果85块，他 一年只要卖100万片鸡排，他就有8000万可以去买豪宅。哎呦，这就是众生的见浊、命浊、烦恼浊。他不知道这100万的众生鸡排的命，拿这样的8000万去买豪宅。我们是佛教徒，我不批评，但我想告诉你们，师父只有4个字：阿弥陀佛。如果今天要卖100万的鸡排，100万只的鸡叽叽叫，我应该没办法站在这边跟你们讲经。即使我到死，因为我还没有现金，可能以前是有做生意，这辈子能赚8000万，一年赚8000万，100万只鸡排，100万片鸡排，给你赚10年了，天哪！你的子孙很好，一样可以出国留学，搞不好去维也纳学音乐，然后回来还开趴，多少女人当土豪。可是这样的业商。人家说了，鸡香之家必有余庆，你是饥饿之家，因为我替你担心。人家是你的世界没有爱情，我为你担心，我是替你担心，你们懂吗？但我这种人就被人家骂，被人家打。你吃素了不起了，我也吃鸡排，我以前都爱吃鸡排，我一天吃2片，还要炸鸡翅跟炸鸡腿，真的。要不是我开心脏看到这些苦，所以，难道我要只做他开心脏吗？不行，但是他帮我的鸡众生开鸡排，很多是鸡胸肉、鸡什么的，开膛破腹我的众生。啊，我不要再去讲那些，难怪哈、哦，最近我不是常跟仙道同事吃饭吗？他们一贯叫的，一贯道总会，常告诉我一些数据，我虽然都背不起来。他说我们吃素是全世界第二有名，但我们 吃肉的比例是全世界第一名、啊、我们去年可能只要一个人只要吃50斤的肉，然后已经成长到一个人要吃150斤的肉、啊、不就是别这么多的豪宅制造出来的豪宅制造出来的，所以你们好都不懂。
每个月花10万、100万给寺庙，好、哦，可能人家买地啊，像我租一个小禅，跟你每个月，我一年100万哈，用在道场里面，100-200万用在道场里面上面，那你花8000万买了一个好禅，我在宣广寺做禅师，我在讲净空法，我努力的把我自己修成修行成为一个好人，跟你是世界上的名人。叉叉风啊，好好出道。听说抽号码牌2个小时才排得到你的场，才能去内用。猪脚肉，那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众生的肉。我常常开玩笑跟小朋友说，肉肉好好吃，可是肉肉好痛哦，好痛。所以。各位，你们知道今天的时间是几点吗？我又在等一杯奶茶了，几点？他都邀啊，我没错啊，对不对？这五浊二世里面，佛陀出现在世间是要来说这些难行难行之法，佛之之见，说一般人的认知，还有他的学问，现代科技。我们就说专业，最近流行专业，专业所不懂，我知道，我是骗子，骗子三界。你想知道这人间宇宙万物的佛之富贵，跟人间宇宙万物的生成，好、哦，成住坏空，华严经啊，啊，华严经你要看多久？啊，人家净那个不是净空，那叫什么？莫山老和尚90几岁可以把华严经讲四年讲，你又有办法，96岁都不知道去哪里吃鸡排了。因为不知道多少只鸡找你讨命，啊，你怎么去跟那个有豪宅的人说，哎，100万骗的鸡，命在呀、啊，还有病哈，叫黑道去把你给，现在是这样啊，五浊二世啊，卖鸡排不只有我一个，你走出去，我划个Uber，全部你打鸡排，那出现多少，对吧？但我能批评吗？我只能劝说，我没有批评，我还没有能力批评。如果我今天当总统就更惨了，这些话都不能说。我每天光被骂都骂死，我骂讲那个也不是，讲那个也不是。所以你们真要害一个人，就让他去当总统，当台北县长、台北市长，当什么什么长，反正你们就很爱当什么长。我告诉你，那根本就是让你死的。你最爱的东西就是要让你死的，也是要让你成佛的。所以真的，像我去当法师，我本来很高兴，以为。我可以去找到一条解脱之道，我后来发现解脱的意思就是让你死，你要苦修，让你死才能快点成佛啊！要能断金刚啊，你要有金刚不坏之身，烧出来是舍利，知道吗？而不是珍珠。换我写诗了，所以有点焦躁。等一杯奶茶。所以你知道我们西藏人为什么每天要吃奶茶？我查了，人有俱忘这个境界，我有发现为什么他们在批评那个扩安禅师，我有发现他第7首诗跟第8首诗那个意境，跟第9首诗我根本抓不到那个意境，就是他那个意境就是有点，反而同一大师的我这个这样套上去，不再了解那个意境，啊，你们忘了，应该擦掉了。没关系啊，人有俱忘，你也该忘记你自己人，你也该忘记你的牛肉，好吗？那哪天查出什么插东宝，我就骂人了，完蛋！插东宝的牛肉片可以买几万豪宅，几亿豪宅，然后每天杀几块牛排，我操！我就在骂人，怎么办？是，你不是在说十善业障经吗？你不能恶口啊！没有恶口，我是在劝善啊，在劝善啊，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智慧的。不知道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然后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其实哈、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在修行那个普及灭道的这一条路上，让你看到了那个集，就是聚合的意思，很多苦的聚合，你要怎么样去把它灭除，然后有一条成佛之道出来，哈、哦，把苦言苦说苦行苦这些苦坏苦行苦。这些这三
戒的之苦，欲戒、色戒、无色戒之苦。我们知道这条路要做的一件事就是，你要修成金刚不坏之身，就是我们命中修的极生极破。我昨天不是讲了极，哎什么？极，哎什么佛啊？极心是佛，佛佛即是心，有吗？佛佛即是心。啊，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心即是佛。心即是佛。然后师姐就问我，她说她不太懂这个意思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是在讲那个什么。结果我就去看了那个六祖堂经，好，他讲的更深入。我应该坐着讲一下，没关系啊，能牛俱旺，我去坐在那边，我人不用出现，你们看着这个文思修，因为既然已经没有人了，没有牛了，我先闪一下。我们能体会的意境有限呐、啊，明州的大梅山的法师啊，法常禅师呢，一听到马祖大师说即心是佛，然后就开悟了，所以他就到大梅山去保养圣胎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后来传到了马祖道一大师的耳中，马祖道一就想测试他，测试他到底真的知道什么叫即心成佛。我等下会去写即心成佛。后来他就派一人去告诉他说，我现在不讲即心成佛了，我现在讲非心非佛。然后就派这个人去试探他的悟境到哪里，他不是已经去养圣胎，到大梅山去养圣胎。派的这个法师就是告诉他说，现在马祖道一场是已经不讲即心成佛了，即心是佛了，人说是非心非佛了，啊，你说的那个不是即心是佛啦，吼，人家你讲非心非佛啊，你讲迄不是吼，迄种是即是文字波浪在绕来绕去啦，吼，不是佛之真之见啦，吼，你不管他有说有言，弃悟到无言无说的这些念心，吼，马祖大一观察众生的时节因缘，现在已经不采文字了，吼，言说来接引了，开口就生灭了，所以呢，他说既不是心也不是佛，吼，说心说佛呢？佛都是生灭的，好比呢刻舟求剑，剑去远矣，所以怎么可以讲不得的啊，所以就非心非佛了嘛，这种境界呢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然后这个在大梅山开悟的法师呢叫做禅法禅禅师呢，他就想说，那我 call 你，你今天妈祖大一已经开悟的圣老汉祸乱的未有了约，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我即佛即心，意思就是说我才管你讲，我自己的境界就是即心是佛啦，即心即佛，我管你非心非佛嘞。这个老头怎么会这样子啊，专门错乱颠倒人家，迷惑人家，欺骗别人呢，结果这个法师呢试完他以后呢，就回去报告了马祖道一。马祖道一大师呢，其实我是要来讲这一个东西，这个人没有因为有一个人他自己在修行，没有因为人家这个鞭子一来，逼迫你，告诉你说有个新的知见。现代人不是，错误的知见一堆。现代人的知见，我出现了，那谁？让你们忘记一下下而已。有时候开心让人站得太累了，所以我有时候出门带轮椅，就是我会累，就去旁边坐一下。那旁边坐一下，不太庄严，休息一下。我可能两大字一摊，因为我已经能留俱忘了。其实我不太在乎形象，我没有形象可言。要说我修得很好，没有啦，要这样说太客气了，我要对自己客气点。把他眼里宽你的人眼里带紧，你们想他写吗、啊、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知道这个法师回去报告了、哦、这个法常法师的禅师的现况以后，我们马祖大一这位禅宗大师说什么？梅子成熟也。我其实只是对梅子成熟也这几个字很有 feel。 不是有首歌叫做什么梅什么成葡萄成熟、哦、葡萄成熟时，对，很有 feel， 真的。所以我只是为了这样子去把这个看了三遍，所以很想讲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自己写诗了，因为离我的缺口还很久，缺口啊，
就是等一杯咖啡的主题曲不是叫缺口吗？离我的缺口还有半小时以上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对吗？啊，五十分钟啊，现在五十分钟，现在才讲五十分钟，那是四十分钟啊！天哪、啊，好，好吧，但我也不可能四十分钟把后面两集都讲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自己的事要写什么？能牛气吗？都已经忘了。人家是悲心，着急，这是红衣大师，急心急火，急心似火，我是悲心非火。人家是悲心焦急，我就在想，那我是什么？这是花色的牛巨王，那我是什么？我这个牛脾气要是能够牛牛，牛牛，人家是能牛巨王，我是牛牛巨王就好，我能把我的惯性扭转，转世成正就不错。我这首诗。上次这个字念金嘛，水晶的意思，它是个矿石。牛呢，带上了，我闪一下，牛带上了璎珞，就像我上次上集还前一集讲的那个驴子，给它带上璎珞，然后呢，七珍宝以后，他觉得哦，这只驴子超有名，人家都给我跪拜。结果呢，出去流浪以后，没有这些东西以后，大家都不拜你，他心里面不适合。怎么这些人都不拜我了？怎么了？人家说人家拜的是你身上那个璎珞那个佛菩萨的东西，加持力，不是力啦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也知道，我穿这件衣服，人家要供养我的是我后面那一位祖师大德，还有我们噶举传承黄金充满的所有的祖师大德，不是我。我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这样子一念的贪嗔痴无明烦恼一涌现，人家是朵朵。莲花涌今年的涌出来，在地上涌出来，然后现神机火像，我不是我是在厕所锅里面，只是一只蝼蚁尚且偷生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人啊，自导现寻不知，自导现寻不知，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前面，太阳起来我能看到你，但是我不知道，那是我的影子。我们常常认不出那是，我们永远看的是别人。好、哦，离妄之见尘不落。哦、我们、哦、那个妄想分别，就像那个尘埃一样哈、哦，灰尘啊，你以为你看不到，可是它就是什么尘螨啊，在空气当中无处不见。这次会三年的疫情怎么来的？因为众生浊。结浊、命浊、烦恼浊，对，这么多的痛苦，人世间的所有痛苦都是佛骗子，他一看就知道我们到底在搞什么功。你看哦，那个尘埃哦不落，你以为你用了最好的吸尘器，咋办？最好的空气清新机，你拿以九面来讲，你全部贵东西爱啥子啦？高科技啊！你以为还有什么金刚扫地机？那时候一台是十几万金黄。
黑色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买过，我家的是6000的白的两台。好，你们以为安安青菜少，安安少少，或者是你的心地就清净，你就可以忘记你的烦恼了。五运人牛俱旺，你要忘记的是你的前六世，好、哦、那些去做怪生成那些，他这首诗跟同一大师写的那些六根的诗，好、哦，你耳朵听到要好听的，你鼻子闻到的要香的，像花香一样，你眼睛看到要美的，就像同一大师的纪录片《一轮明月》里面，你要娶徐若瑄，你会娶我吗？人家的裸体照，把裸体背面照好好看，我的裸体背面照，你去想嘛，你应该无想要看嘛，无想要回，完全没有 feel 也画不出来。当代最有名的画师都画不出来。不过老师说我出家，我要脱了裸体给他拍，哦，不是色戒，是我们要一起下地狱了。以后他就是金刚地狱，那我就是金刚地狱二号。其实我应该是一号法师嘛，不能把一号金刚地狱一号不能让给别人啊。我要是没这个业，听说佛陀，我第一集不是有讲佛陀为了救500个僧人杀了船夫，人家他有去地狱的业，一到地狱咚就上来，为什么业不相应？因为他是佛陀，他有这样的业，但业不相应，他没有过业苦。对他来讲，那不过就是为了救了一念的善，所以当那个业力一样有那个种子，落了那个种子，到了地狱咚下去，咚就上来弹回来，为什么？我这个业啦。啊，你有哦，你可以让它咚就算了，你不是弹回来，是咚再弹下去。我跟你一样，所以我要努力修行是为了什么？希望我的上司能够救我，因为我也没能力咚就出来了。哦，你们都没这个能力啊，真的，不要以为你很多事情，跟法王讲一讲，跟我们上司讲一讲，很多人都拿着照片一直讲一直说，一直供一直供，然后呢？哇哇讲哟，求什么都有呢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有求必应，都不灵。我帮他编的，我从小到大就跳到这样子。人家在讲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就说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你什么都不灵。啊，如果现在都灵了，我年纪不是应该好，我病不是应该好了吗？啊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什么都不灵。唉，其实我怎么负面能力那么强，可是又不是什么的乐观可爱啊。所以那个东西也是假的，啊，我有时候生气也是假的，啊，有时候是气到爆火，眼散。因为太肉摸点啊哦，都有贵哦，真的坏人太多了啦。像我们以前哈，5年前啊，晚上还是可以去外面走，喝酒，应该有干净吧？感觉没有很干净，但是忍一忍，很快我就可以喝奶茶了。你们知道我怎么累了不叫师姐写吗？因为他写字比我更慢，会折磨我更死。哎，我刚才没把它讲完。好，上求佛道悲愁，哎，我见犹怜君不弃。人家是上求佛道，好，上我们出家不是说要知道众生的苦吗？上求佛道，下就救度众生吗？可是我们对我们那种我见犹怜，就是那六世的，以为自己在人世间苦啦、可怜啦，然后穷啦，然后身体不好啦，你就把自己矮化到那种是最卑微的角色。可是你跟这些苦根本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我之前有一集讲的双生树一样，缠绕不堪，你根本脱离不了那苦，嘴巴也苦，然后心里也苦，每天都吃药吃。十颗安眠药你也睡不着，吃20颗你也睡不着，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很苦，可是你有放过你自己吗？没有。人家我是20颗药一直吃，控到现在剩比较少药了呗。对。可是你们不是哦，20颗药，5年来我是从20颗药，没办法吧？你得面对现实，你那时候倒下去了，爬不上来。面对现实，你要吃20颗药。我是从20颗药减到现在，应该不是很多颗，对吧？心脏2颗吧，心脏。肾经又被我的柯南医生多加了一颗，我一定要把它退回来。这样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一直在逼迫自己苦，然后嘴巴说自己很苦，可是一点行动力都没有。像我呢，而且行动力是要牺牲自己很多的牺牲奉献。是现在的人哦，真的吃不了苦。不要骂别人的小孩，骂你自己。你骂你的小孩，
不吃苦什么的，你想想看你自己吃苦吗？然后呢，上求佛道悲从来，我在求上求佛道这个过程中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我不是他的慈悲，人家体悟到人是悲心交集，我不是啊，我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我才终于知道人生的苦，哎，我这样子如果不改变我自己的那些什么，我做一下习惯习性的话，我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写那么多诗句也没有用啦。我今天也是看到我们好莱坞的演员摩根·费里曼嘛，在印度瓦拉纳西看武士的时候拍摄了我们宝龙的一个纪录片，然后呢那张照片呢就是在讲一些环保啊还有禅修啊，摩根·费里曼就问宝龙禅修的东西，这个影片你可以自己去查，摩根·费里曼然后反问大宝宝这样子。然后呢你们知道我看到这个照片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 有一天晚上我去拜玉皇宫啊，那师姐冲出来，她是很客气告诉我说，哎，你不能穿着拖鞋啊，啊这样对神你不尊敬。然后我就 想一想，很想跟她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，我们正常都是穿拖鞋的，哈哈哈哈，这样有看到吗？啊，不要看太清楚的要被骂，有没有？来，我都是穿拖鞋，我那些你就能够去买东西，请拖鞋，搁夹脚拖呢。啊，所以你看嘛，你来到台湾，你的文化，所以我们人哦，要学会什么心量大，要广纳水，像水一样，水能利万物而不与人争。这句话也许你就把它记起来，像水一样，真的，就是，没错啦，你有你的法。那我去到那边是我不好意思，他说最好的方式，他没有骂我，他只告诉我说在车上放一双布鞋，如果有需要拿出来换才不会气累啊，好得罪别人。我想想也对，好，返还本源一种。人世间的人哦，有太多的那个，你哦对的事情要对，譬如说不要乱停车，但是也不要一直给他乱拍照，好，人家停车有时候是不得已啊，当然有很多是二把乱停，那是真的，但已经有那么多警察了，我不要看警察已经。说到啊，就然后进哦，进哦，听说白沙和妈祖去到那个返本还原以废功，有不？好累哦，真的。你看我每句话我都有那个哦，有接上下联的哦，哈。我刚不是说好累哦，你看好费工哦，他自己我好累讲完他就好费工哦，先如直下落盲龙，真的好需要一杯奶茶哦，我的缺口，安中。意思就是在博士的、啊，不见安且不，能有俱忘。这个是有味道毒性的，水质茫茫花质红、好喜欢这种词、哦、水质茫茫花质红，你比较能背啊。这就是我最喜欢写的一首诗啊。花自开，蝶自来。已经到十中图到第九图了，但今天不会讲到第十，因为我大概第九把它 happy ending。返本还原以废功，真如直下落盲龙，安中不见安前路，水质茫茫花质红。休息一下，不用转没关系。我们这颗心哦，一直在思索，在复度很多的名利哦，手中握着一把钥匙，名利的钥匙哦，然后呢，佛陀还有高僧大
者劝你要放下回头，要放下贪嗔痴，放下自己执着的见地，有可能伤害到自己也伤害到别人。 一把剑，我讲难听点，剑前面的尖是用来杀人，可是握着剑把的你，虽然你比较安全，那剑把搞不好恐惊，你也不会伤到你的手。当你杀了人，什么时候那个剑反弹回来杀了你，这世界上是有因果律法的。这个东西杀了你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世间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，都已经到了人牛俱旺的那个地方了。甚至于这人世间呢，很多东西也不好言说。说白了呢，人家讨厌你啊，说妄语其语，说好听话，譬如说我今天穿的法衣啊，哦啊，可能比较不庄严，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这样子跟我说话，你一定会说，啊，会说什么？师傅，你今天好庄严哦，就像你对一个胖胖的120公斤的女生，你看到她就会告诉她说，啊，你好漂亮啊，你好爱国是不是？啊，这些话。善良啊，对，你好善良，我从小都被人家说我好善良，所以我说佛说十三业道经真的很正确呢，因为我真的长得很善良啊，哦，所以每个人都说我很善良，真的。其实哈，我还有一首诗，弘一大师的，要来跟大家用念的。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，不是我去摸鱼咯，哦，我只是有点站得累，所以我就来念诗，哦啊，反正你们我也不是大美女嘛，哦，不用看着我。前程七月七夕再谢秋云，七月七夕再谢秋云的庄阁重游感，诗以谢之，就是弘一大师七月七号七夕的那个情人节，在一个妓女的秋阁秋庄庄阁里面，哦，有感写下这一首诗叫前程。风风雨雨忆前程，悔煞欢场射相因，十日黄花愁剑影，一弯眉月染灰人，边长思尽心先死，故国天寒梦不春，眼界大千皆泪海，为谁愁将为谁平。我们的世间他正在战乱了，啊，他每天就去花天酒地。那个时候的弘一大师还没有悟道的时候，还在花天酒地。所以不要批评密宗，我就常说我们是在大欲大望里面，大欲大乐里面修行。真的，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说，今天我告诉你们，我不爱钱，我是如来神盘子。但是我真的想说，今天如果放了100亿在我面前，我爱还不爱，那才是见真章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没有钱嘛，跟你说我不爱钱，我没有钱，我是一个没有钱味道的平民的女人。说真的，这是在夸张自己而已。境界还没有现前，哪天境界现前的时候，真的100亿在我面前，那时候我还可以几秒钟就把它全部撒出去，那才是真正的叫做没有钱的味道，就是这种境界。所以我认为前尘往事，我终于比较理解，就是说有些人你看一些高僧大德，有时候你亲近他，有人去了寺庙亲近的高僧大德，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个大师啊嘴巴很坏啊，爱骂人，就像那个圣严法师啊的 老师傅东出禅东出老人，在那个北投嘛，现在北投，其实我会骂人啊，你如果被骂不了，还有那个唱功啊更会骂人，反正法上比丘不可思议，那位法上法师自己就出来讲了4个小时，说唱功怎么骂他的，人家是在调伏你的我执。啊，够级的凶好吗？那些不是可爱的善家师傅，答案记住，不叫可爱的善家师傅，叫做成天寺的啊，华清老上，真的不是我，不要，我一讲到这样，答案就马上出现不可爱的善家师傅，哦，我真的很可爱啊，你还没被我骂过啦，真的，因为你还我没有那么多人可以骂，这是我的估计。
是我的孤独，人世间的喧哗，我想要盛嚣尘上，我想要放下。当骂人能够成就吗？啊？搞不好可以啊，耳根都能圆通这样呢。我如果能骂人骂到那个人能够见性，哎，禅宗打人的呢，你坐在那边一个小时没出定，赶紧啪啪啪，你骨也疼呢。啊？因为你不能留恋那个境界啊，其实那个境界是魔境哎。所以人家不是说最好的是25分、24分、25秒吗？所以你过连我们大宝就说不要坐那么久，30分钟就好了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那个根性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们，我连5分钟都坐不了，脚一直换一直换，30分钟我已经脚麻到又要扒了。现在我还可以坐那么久，你没有看法直播一个半小时啊，我也是有换脚，但是换不多了，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所以我有遵从古训了哈。然后我要写黄大师的诗，天亮了，我终于已经讲到第四首了，有种，开心的感觉，但是后面还有更多，也没多开心，是梦。蓝色的，黑色可以用吗？新的，好，新的，你来更下下掉，看它黑不黑，是吗？最后谈关系嘛，哈，前程是梦，哈，都跟大家却来观世间，希望能够写下去。写太大字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文思修一下，犹如梦中事。哎，以后呢？我没有纸哎，现在都 AI 了，只留下视频，人生自少而壮。自壮而老。老而死，我们只要告诉自己很快就没有早餐吃了，人生也许会撑更久。然后鹅入胞胎，十二姻缘啊，哈。人家大师是读华严的哈，鹅出胞胎。中华人真的很有缘分，又入又出无穷已。不是《易章经》讲的啦，玄出玄入啦，哈。阿那达利丢，生不知来。后面是死不知去过了，你看。嗯、所以这首我们在讲这首诗的时候，是弘一大师写的。还是这是已经看见了，不知去朦胧写过来的，没有水很多的感觉，朦胧蓝，明明蓝。为什么别人的白板写的那个字啊，你灵光相向？我感觉他水那么多，没关系，千山万劫不聚集。飞真梦明，是古字念名，让大家上国文课。没有啦，我在给我自己赶快把它背好。枕上片时春梦中。
边很爱镜头啦，所以我去行进江南数千里，金滩名利，披山航海。起臂枕上耳，不过就是黄粱一梦啦。庄生梦蝴蝶，所以你看嘛，人家诗书孔子梦周公 ，Hello。你有在梦周公的吗？没有。今天周公跟你都不熟吗？对。梦时故事梦，醒来何非梦。今天妈祖第七天，我嘛有天醒来和飞梦，我有写对吗？对。瞬间讲到妈祖又忘了，扩大劫来，我讲妈祖要讲什么？哦，我也有看的，譬如说昨天冲去派出所啊，你看这样，一时一刻皆梦中，是想说他要去破铜。一时一刻皆梦中，我是很喜欢柯南，所以对这种就标题我就很有兴趣。破镜无名，大觉能人，最重要是破镜无名，大觉能人这几句诗。如是乃为梦醒汉，你看我说这五首诗跟那后面的梦醒汉 五个现在已经应该清醒返璞归真了。如是乃名无上尊，我能不把它讲完吗？对不对？但最后一首不会讲，在哪？我们来放三宝歌，下个我去一下病房，音乐没放好，先上哪头？你在这，因为晓得我尿急。蜀师大德告诉我们，尿尿也是在生活中必修之课，因为如果不赶快去尿，等一下会出事的。我来看有没有三宝歌放给大家听，啊，不要太吵。等一下，看一下三宝歌134万这种的，会把我们给告了吗？应该还好啦，三宝歌北京的就千万不要放。这种看一下，就是弘一大师写的三宝歌。不要太大声，等一下吵到邻居被按电铃。这样就可以。对对对对。用麦克风是。对对对。等到阿伟去上台报告。
单，现在是大富时代，盯啊，不是盯盘的时间，也不是对个股这个行业有多深入的研究，数据的统筹运用，消息的追踪反馈才是关键。我呢，刚开始炒股就加入了小程序，它号称完全免费，当时的选择让我到现在也非常清醒。其实呢，我是抱着占便宜的心态，反正不花一分钱，加入试试看呗。它能利用大数据分析，每天拿钱准时的来挑选好股，附赠的风火战法能提示买入下仓信号，盘后还有头部老师分析行情。要知道，这是老股民苦心钻研很久才把握不到的事情。现在呢，我只想告诉所有的股民，不花一分钱能少走弯路哦。六六红，我们俩是按摩冲来的，没有没有。
减二十分钟的，这样 OK 吗？嗯，跳起来。我们现在的佛法讲两个小时后要高声大的人家才要听，然后我还是就是说还是预留了就是一个半到一个多小时这样子，然后我不剪，坚持不剪，因为我觉得以后该不会一分钟要剪一分钟，那大家要听什么佛法，佛都讲了49分年耶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的那个忍受能力真的太弱了，像刚这个三宝哥9分钟、11分钟，真的有人会去听？很抱歉，我也不会唱，因为我不是汉传的神种。然后，但我唱三遍，我应该也会的啦。因为弘一大师写的，太虚大师写的，弘一大师帮他谱曲。然后，当然看也在这一个电影《一轮明月》的一小时多里面，你看他所有的剧情我都讲了。我都记得，然后佛经呢，拿在手上呢，背了100遍了，我真的没骗你们哦。然后要讲的时候，怎么头一弯，我忘记了。听说有喇嘛上线来看我直播，哇，喇嘛扎西格累哦，希望有天你们能够弘法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在各自的角色里面呢，好好的学习，然后能够帮助别人，帮助自己。以后的世界，莲花生大师已经预言了，以后是我们的世界。我们如何能够回到我们的一真法界，还本归真，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纯净自然的我？就像我前几天在看那个云南的那些影片，西藏人，当然时代不一样了，不可能让西藏人再去过那种苦日子的。现在的西藏的年轻人也不过这种苦日子，他们自己影片出来讲的。但是有声音吧。我们刚好离开过，有声音吗？有、哦、那就好。所以呢，那种你养牛养60头牦牛，跟他相处了几个月，然后就寒冬要失去他几个月，然后呢几个月后，你还是可以，他们也是天险哎，在雪山里面，他们牛也要活得很好，牛有他的生存，就是在那样的大雪里面，他要怎么去找食物等等。你看几个月他存活下来。等你再找到他的那一刻，那种纯真，还有牛对你的那种信任。可是呢，我们人世间的人因为自己的情绪呢，信任我们自己所有的知见，我们自己的认知，还有我们的惯性，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力，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习性，我们被他牵着走。牛代表我们的心嘛，那个牛性，我们没有办法。那么自在，我也觉得这几年来，这50几年来，我也觉得这条路是最难走的。就是什么路？不怕擦掉。其实我看完这三宝哥，你们就知道我的心情。我的心情就是看完那个一轮明月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，反正在YouTube也很方便，你就会发现说。在上那的时候，弘法很不容易，所以可以广净土宗，因为你连逃难你都能一起念佛，身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佛就在哪里。可是呢，现在这种资讯爆炸，然后呢，太多新闻吸引你了，其实也跟上那差不多，是一种文字战，一种资讯爆炸战，每个人都还在那些人我对立当中，分别计较。你每一刻，人家告诉你，譬如说你去办一个手机，你知道那手机办得多复杂？我去年为了换手机，我搞了4小时，差点没把人家掐死，因为我头晕受不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是告诉他，我照我以前的方案讲，我不要手机，我手机就买了，人家供养我了。他就是一直要告诉你，这个哈599499哈啊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再加多少，你就是会有再一台手机。我跟他搞了他，我的后来我就听懂了，就问他说：“所以你的意思说，无论我是399499599，我就是不管我是零元还是加钱，你就是一定要送我一只手机，丢掉不掉？”你给我丢！我说：“那你干嘛跟我讲2个小时啊？”
着老母啊，要饲啊，饲我家己啊。我想说啊，对啦，我有影是山顶洞人呢、欸，没有想到别人，只想到我自己啊，我都不要那么多手机啦。他呢，没有手机，他就没有业绩啦。再讲一次，没有手机，他没有业绩啦。所以呢，他就跟我玩了两个小时。我说那边吹冷气，刚好那冷气哦，那个风就在我头上。我说嘞，超没有禅定的，还什么忘本还原啊，忘记还原什么？我就想说，我的华严经那个时候应该拿去看。我只有在读经的时候心比较定，因为病苦。然后呢，我又很讨厌人家这样子，蝇头小利都一直算。不然啊，不过现在人也不会直接告诉你说，我就是要赚你的钱呀、啊，你不安尼，我都下班啊。真的，他那下铁门跟我搞到十点多，他本来九点要关门的，啊，然后又把我弄卡，弄不过去哦。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好难做。对，那是他的工作，好、哦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去哪里找到那种真诚的笑容？今天让你自己出门的时候，现在已经7:50，你有办法对你的同事笑吗？笑不出来，因为我都有点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已经在头晕站不稳，我还要写一首诗才能 happy ending。然后我下一首，下一个还要再向下一集休息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来这样子。啊，就在想，我们总不能每天都一直在写诗，然后一直在告诉他佛经念佛经熏修，我们是要讲些八卦啊，然后你才会有用心听啊。半天王三宝哥，你跟我一样，你去摸鱼摸了一圈了，回来了，你已经忘了要回来了，因为你要上班了，或者是你要继续睡回笼觉，对。可是我呢，还有5分钟要讲，就是我要写我自己的诗。我觉得这个杯子真的很有那种水的感觉，没关系啊。这是自己加水还是？嗯，它可以换，好像可以换。哦，换茶水。我的蓝的嘞，我用蓝的最左边。我来想一下，给我1分钟，沉坐一下。我的师傅说不要坐太久。是梦了，已经到了是梦了，破镜无名大觉能人，我们要如何能破镜我们的五蕴、哦、我也看了大乘管运论印顺导师的，也看了唯识30颂唯识20颂，也看了真的也看了大毗婆沙论，也看了阿含经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我的贪嗔痴慢疑还是如水泥孔不利一样的坚强。我没有办法像弘一大师一样以律为行，以华严为镜，以净土为果，也没办法忘法皆曰人生即梦，寻觅心性，这些我都做不到。我也没办法做到非一切法而能现一切法，非一切相而能现一切相，非一切法而能现一切法，非一切相而能现一切相，就是人生你所经历的那些东西，即使是一只蚂蚁，好，你的心在禅修的时候援助一只蚊子，好，这些你在修炼你的心气，这些东西抓住了你，这些万缘万成，好，抓住了你。可是什么时候你的一心间那一刻体悟到见到你的真心，回到你原本的家，还你本来面目？禅宗都是要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然后我昨天不是还拿了面膜吗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戴着面具，没有面具，你敷了面膜。我们敷完面膜是为了什么？让自己更漂亮。可是那个漂亮的自己，美魔女，啊、真的是你。现在连男生都整容嘞、欸，啊，还化妆？还化妆？对，有啊，有一个我上次去年还在看一个化妆的男，我们不要讲男，下手很快。但我很喜欢他哦。时钟的钟，然后我很喜欢他，还上了国际时尚什么的。他讲话虽然有时候很不好，啊、但现在人都喜欢看人家那种耍很心疼的东西了哈。啊，我心情不好，有想看，想骂人的时候我看。啊，想骂人的时候，我就做两件事，就是看这些，好、哦、YouTube 的人讲一些事情，不然就是念经。我就这两件事做。
啊，我是不能吃的，有人烦躁自己吃，我吃不得。你看我每天都吃一餐早餐，醒过来了晚上吃一堆，然后半夜吞点水果，我啊，我应该很适合收八方斋戒，可是没办法，我的病苦没办法。问过我上司，我上司也是告诉我说，你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就对了。啊，既然上司都这样说，我们要上司香要听上司的，那就只好一直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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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所以为了要赶快让我等一下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。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主持大德留下这么多的文章，像我啊，其实我很想要有自己的时间，一直看书，一直看书，譬如说看四年这样。可是要有一个人给我送饭啊，而且你们知道我还要喂鸟，还要喂老鼠哎，他送那碗饭，他还能出去会跟别人老师傅说，哦，而且隔着三六四鬼行被搞鸡啊吧，然后讲不高呢，啊，他应该不会很慈悲善良问我说，师傅。你的饭菜够吗？他跟我说：“你别再吃那么多，在里面要不要减肥啊？等下你出来的时候门都挤不出来怎么办？”不知道，也许人家在里面还要做施食，这是修行呢。日出一时，佛的修行；日落，八方斋戒的。可是呢，对我们来讲，众生是断食的，他们都要分段而食，我们也是，我们。可以长养我们生命的东西是食物，可以长养我们灵魂的，不要说灵魂啊，这种东西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的东西是什么？佛法。可是我们花多少时间在佛法上面？我后来看到很多法师趋于时事现实，讲经说法两个小时已经变成二十分钟，我看了真的很难过，因为他那个是个人才，因为很多大师圆寂的嘛，中间辈要上去嘛，那你。区域要让人家能看，有时间看，然后剪成二十集，或是直接讲二十分钟。我真的觉得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我们要坚持下去。以前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视频是快三个小时，他们一天金光法师在的时候是讲多久？现在也都趋于剩一个小时、一个半小时，没人要看。我都很认真的，这三四年躺在，把它听听听听听。很认真的听完，其实里面有很多那种杂音啊、对话啊，他跟学生对话，我的天，观察人生百态啊，好，所以才能写出诗啊。每天要写不一样的，容易自己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掏空自己的心性，然后让自己没有，有太多东西文字剥落，又要让自己没有。我刚有想到了一句诗，然后呢，马上现在转个弯，我忘记。细缝的细，一个密字旁，一个白，一个少，一个少。好，下面讲，好像有头发啊，小还是小？小，一个少，然后再一个小。刚才想的那两句诗句，马上一转，哇，天真的好亮！马上一转，我又换了一个心情。其实这条路上修行，行持佛法的这条路上真的好辛苦。我们一直都，因为我们打电脑真的打手机打习惯了，真的，你只要打个缝隙的隙，它是有出去。是耳朵旁。耳朵旁。耳朵旁怎么小？白小。耳朵旁不是密字旁。不是。是这个嘛？对。对对对。
说好像忘记了是一个耳朵吧。啊？细缝的细耶。我说房怎么可能啦、啊？不可能啦、啊、，Happy， 真的没有这个字啊。那不然就再写那个细，对啊，不然你就写细，就是一个蜜字旁一个甜的那个细。哦，好吧。可是真的不是，真的有个缝隙的隙，不是这样。耳朵旁的那个。真的哦。腹部。耳朵旁，然后呢？然后上面是小，然后中间是个白。在下面一个小耳朵旁，上面一个白，小中间一个白。哦哦哦，下面一个小，耳朵旁，中间一个，上面小，上面小，中间白，下面小，上面小，中间白，中间小。真的哦，这个字念细哦。嗯。然后我用鸡皮疙瘩哈。啊，不是啊，那个耳朵旁是腹部，那个叫什么？附近的附、哦，附近的附的那个，我叫错部，不是错部、啊、附近的附，哦，耳朵旁，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戏我想起来，对，没错，那就对了，对。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不知道哪里不对，一个小一个白，再一个小，对啦，戏是这个戏，没错，所以不是这个戏，对，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也被打过哎、欸，嗯，我也被老师打过，所以。真的，这样子我就想起来缝隙的隙，没错。我被老师打过，你要拍吗？我也被老师打过，所以这个字我应该有被打过。我曾经写作文的时候，我有办法在十八岁就创作诗刊，虽然我写的东西没有人欣赏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我国一才会注音呢，才会国字。为什么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？就是我被打出来了，我从国中鸭子跳。这样讲我们老师好像不太好。但是我谢谢他是个贵人呢，善知识人。没有他这样打我，我这么忘牛存人的人，就是人牛俱忘，就是什么都会忘记的人，只想玩的人，调皮的人。你们觉得他会好好把这些东西学好？反正就一个借口，我把这我还呀，我就不想学。现在天气好好，真真切切的梦前程。刚第一首诗前程吗？皑皑雪落霜飞天，晨曦光凤百年春。我觅真心是我心，很希望能够有一天找到我的解脱之道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成佛的方式其实不一样。已经有释迦牟尼佛，已经有弥勒佛了。老实说，老实说不会有我，不会有我，不会有我啦。就是说我这个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解脱。而、我们每个人都求今生能够解脱，因为当人真的太痛苦了。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句，我的诗要写 寻到一个真的东西。老师说我也在寻觅，不然我怎么会病得这么痛苦，对不对？归雁无二路，马方便有多门，这不是我要分享的诗，这是我的口头禅。尽责一念不生，是我们目前要面对的。动者万善圆章，章，为什么又跟这些字不太熟？脏话的脏啊。我要找的是这一颗真心，放下这个我，这个我要放下，然后这个心，真心，动静，动静皆宜。我要放下这个我，我只在这一世纪50岁了，那当机也戏，
我要找到我的这个真心。其实以我们的根气，只能做很多的善事，先守护别人的生命，才能守护你自己的生命。然后呢，看佛经呢，有一个悲天悯人，你悲天悯人的一个东西出来，你才会自私自利，凡事只想到你自己，甚至于看到那些作恶的众生在你旁边，真的每天都、那叫什么皮牙裂齿，呲牙裂齿。就是为什么在被那干嘛？怎么跟他讲？伊就是知见错误，谁知邪见？听无你的意思，伊就是要用他的方式，他放不下他自己。你看到他很痛苦。净空老和尚在《十三业道经》讲经里面就有写到，说他是我打个喷嚏，可怜悯者，不是像我们《华严经》里面、十回向品里面可爱要修的可爱的法门哦，我是要修可爱的法门，十回向品修可爱的法门，亦不是一起可怜悯者。但是我又不能过高我慢，说我在高他在下，他可怜悯我不可怜悯，佛，无法可怜悯，请来救救我吧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了活下去要动这么多的念头，行这么多善。有人说其实功德也是走向地狱之业，尤其是人间的佛教。最近南印性大师赞言经，他推行人间佛教，太虚大师也推行人间佛教，然后就有人又把慧理法师的东西又拿出来，他讲念经里面讲说，人间佛教是不对的啊，因为就已经有佛陀净土了，哎，干嘛在人间啊，在人间，哎，是误会，类似这样子的，开始战争了。一个大师圆寂了，说实在，已经没有大师教我们，没几个了。中间的要上去，他还要段时间爬，就像小孩要爬，没有人教，好、哦、啊，现在呢，人家才前脚刚走，后脚。我们人家说，哪里小兵护兵都要变化修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所以我们就是出来被骂的，要勇敢，出来被骂要勇敢，因为你被骂到有一天，然后怕等秋谷等都有用，你就可以放下你自己，然后找到那个佛的之间，佛的心，佛的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已经起来上班，今天要上课，很痛苦哈、哦。没有关系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就回想一下这些诗很美，这些高僧大德，好、哦、看个一个多小时，可以去看搜寻到这个一轮明月，你会跟我一样有所体悟的。这个纪录片，你会跟我一样，在这人世间，你有很多愁苦、很多痛苦、很多烦恼，要一直放下很难。我也知道，我可能到死那一刻都还不一定放得下，但是。而且我有告诉我的弟子，我烧不出生命纸，所以千万不用，就去帮我撒一撒就好了。啊，不然就是帮我送给某人就好了。千万不要，去拿假的珍珠或是什么来骗人了、哦、哈。也不要制造这种，反正我不会红灯来去，也没人知道我会生会死。我觉得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子，如夕阳西下，哈、哦，夕阳花落。我真的觉得人生就是花开花落了哈。跌，我要最后送给大家我的体验。最近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叫“跌花自开，跌自然”。当你自己的那个自信显露出来的时候，自己的纯真，发个善愿，万善，好、哦，圆章，就是你已经圆满了你该走的那条路。你发个心，好、哦，不管你未来的路有多坎坷，好、哦，然后前人的路。你不会跟他走一样的，只有苦修苦行是一样的。我相信一定有人懂你，这是我期待的。他懂我不是把我拱为上师哦，不是像那个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，就是六祖慧人啊，他的弟子神慧啊，他想成为七祖，所以去跟武则天说外祖无其六祖啊，这样子他就会成为七祖哦，不是这样 哦，而是承担赫当如来家业，承担所有的一切，完全的牺牲，完全的奉献，最后完全的享乐，大手印，阿弥陀佛，愿消三大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请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发个大愿哦，我要做菩萨，而且我要跟着佛走，做菩萨，阿弥陀佛。